立正，站立，下坐。啊，真欢喜甲大家熟悉，啊，大家见面，啊，特别啊，看到阮这老兄哥吼、哦，哇，这届是十一届哈。十一届拢出席哦，无简单，啊，阁是九十岁啊以上的一个的上联哈，的上联。安尼哦，好感谢。嗯，安尼，哦，啊，我唔着皇帝崇拜的信徒。安尼，哇，多谢多谢多谢，大家都参加哈，啊，要阁一位阮的。啊，阮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牧师啦，啊，啊，张殿中牧师也来吼、啊，哦，我这回吼、哦、相当侪牧师，后壁加起来迄位就是牧师吼、啊，这拢有真有台湾心的吼、啊。其实诸位在座吼、哦、的朋友吼、哦，大家人拢有恁的尊重，大家人拢是台湾的精英，啊，啊，当然要参加这个，哦，这个讲习来付出，这不是普通人会当付出的啦，哈、啊。啊，所以一边来直接加大吼，爱付出淡薄钱吼、哦。啊，当然啦、啊，这个学院开始的时候经济唔是足好，啊，所以我每一边伫遮参与这个工作，我唔捌领车马费啊，唔捌领讲师费，全部拢奉献啊，甲恁同款。啊，所以唔忙吼，咱在座注意的兄弟姐妹吼，唔通看轻家己。你每一个角色对台湾社会来讲拢足要紧，足要紧。哦，像伊是宜兰州的州长，啊，安尼本身做班长，哈、啊，对。啊，所以有机会甲大家讨论宗教问题，我也感觉足光荣。咱手中这两篇文章，就是最近啊，我是台湾教师协会的会员，吼、啊，真早我第一届的会员到呾，啊。现在会长是也是好朋友，国史前国史馆馆长张炎宪教授，伊爱我写两个题目，被压制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二个题目就是国民党哦的政权的宗教迫害。啊，所以恁大声看，也未印，这也未印做这，恁大声来看这个文章啊！啊，恁唔知有无有吼？有安尼好。但是伫这个，咱要上个看这个文章进程，因为我的责任就是讲宗教，台湾人足欠缺宗教知识，因为国民党主导的教育部无咧予咱有正确的宗教知识，无咧教宗教，干那教三民主义教啊、哦、国父义教啦之类的，干那教一挂孔子，叫人去拜孔子，这种国家主教哦啊宽心啊宽的心，像讲四夷八德安尼啦尔。宗教改换政治化，除这个以外，还佫一个蒋介石的崇拜，新皇帝崇拜，以外无容允你有甚物任何的健康的信仰，所以伊无咧教宗教。我本身是读宗教史的人，哈、哦、，History of Religions， 啊，所以我的责任唔是要替任何宗教背书，因为我本身伫神学院25当教册，啊，互人叫牧师，其实我拢大部分时间是咧做教授。他不是像张牧师遐伟大牧会者吼，一个牧会者不是遐简单的代志吼。啊，到今还阁是中英大学台湾研究所的客座教授，虽讲是七十几岁啊，教授到六十五岁才强迫退休啦。啊，会当互你做 part time 七十岁，这个有无规定？我已经七十四五岁，就是因为有这方面的专业，可见讲台湾的这个。有科学的宗教训练的人介少，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会当底下继续做哦，这个 visiting professor 客座教授，就是这个原因。那宗教信仰伊个要紧的所在，我先甲咱讲几个概念，较进入本题。就是宗教的用语，唔是科学的用语，请咱会记。宗教语言吼，这 religious language 是种 symbolic language， 上顶语言，神话就对啦，啊、哦，上顶语言。任何一个宗教的经典哦 ，scriptures 伊的记录，都是上顶语言，都是神话，包括基督教的。所以我的责任就是做一个宗教的照妖镜。我本身是基督徒，无要为着基督教背书，
不够多，不够，真好，我无要为着不够背书，我嘛无要为着一贯道来背书。哦，印度教、任何宗教拢无为着背书，但是做一个宗教史研究者，有责任检验宗教的真伪。任何一个宗教拢有好的一面，但是任何一个宗教拢会害死人。哦，请咱会记哩，包括基督教哦，基督教即马有足对落的。就了到这个正式的这个礼拜，不咧礼拜，敢若在唱歌、吟诗、娱乐，上帝都毋是像王爷公，爱人吟诗、娱乐、敬拜、赞美，进入教会礼拜精神拢拢失落。哦，啊，讲的世界末日，啊，讲的耶稣要过来，吓甲大家惊甲要死啊！我本身就是这种基督教的末世论的受害者，因为我囡仔时代，我爸母。八岁就已经伫战争也未结束，二十岁代阵就因疏开，恶性马拉利亚死去。啊，我是上细汉的，啊，所以互阿哥饲较信耶稣。但是迄个八岁以前，我已经读过一年的日本的幼稚园，北雅典高中一班，两年的国小，一多岁国民学校，哦，就是今仔日高雄市的和平国小。所以日本的政权，日本人对我的印象，哦。我对日本的印象拢真好，即个情形我拢足清楚。改朝换代了就变一款。哦，伫迄个战后的时阵，基督教，我是讲我的经验，拢咧讲世界末日，因为战争嘛，死足侪人嘛，亲人离开去嘛。吼，即款世界末日历史结束，诶，即款历史的这个悲观论吼，足影响人。啊，搁一寡什么宋雄这朴素的什么的，一份天家来甲台湾建共，拢咧讲启示录。啊，咱只有基督徒知影我咧讲启示录是啥物，但伊哩，迄末世论的代志，讲甲吓甲大家话要惊死。我中间一个哦，啊，搁带乌板画图，画启示录的图，画魔鬼哦，足大只，搁发夹，啊，足歹，啊，流纹的花罗，啊，搁用个彩色的笔，达米，对我来讲，迄、那个八九岁囡仔，我对三年读起煎熬。啊！教会囡仔，当面都咧喊面，喊讲耶稣来啊！啊！我犯罪，被抓落去浸流营的火湖哦。不，我到迄个心理就已经受伤，要心理重建足困难，这是基督教的这个宗教害人的一个例。哦，啊！我的阿哥吼、哦、教我祈祷，讲你若要吼、哦，你若要困的时候，安尼祈祷哦。细囝要安眠，天父赐圣神，归眠伫身边，到天光的时。啊，最后一句靠主的名，阿门。这基督徒就知影哈。啊，我呐，因为我成绩拢一向足好呀，啊，做班长，啊，考试的竞争啊，一二名，一三名，上本档的四名啊。啊，那是要月考，就压一句。啊，伊迄、那个要靠主的名，阿门进前，我主耶稣，你请万家来的，明仔载我要月考，阿门。拢叫耶稣唔通来，好个再无来啦。就是伊无来，我会当活到七十几岁啦。伊若来，我就巧伊啊。后来我吼会研究这个宗教史的原因，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因为基督教所讲的迄、那个信仰语言，足是真无理的代志，啊害死人。但是种无理的代志，世界末日，哦，耶稣快来，大灾难快临到，遐较无胆的人、较神经的人，大家都吓到活要惊死。啊，真容易叫人来做信徒，一贯道也是同样，同款咯。一贯道一个三级木夹哦，光风扫射哦，哦，一个三折坡道哦。哦，台湾第一个为着一贯道讲话就是我啦，所以一贯道的道亲应该会真感谢我。哦，伫迄个国民党那个迫害时，我将伊所有底细拢总甲写出来，啊，介绍出来。啊，所以结局我。进入新来了后，我无法度能满足基督教，予我迄套教义。啊，我的硕士学位、甲博士学位，完全拢研究宗教学。以后我甲家己得到一个解答：原来宗教所讲的时间，甲一年一365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无同啦。因为宗教所咧讲的时间，迄、那个日。是种 symbolic language， 上天语言的日，多亲像迄个伟大摩西写一首诗，哦，在你看一千年像一日，啊，伫上帝目睭中的一日一千年，我相信唔难咧，
上帝一秒就一千年了咧，吼、哦，唔是干那一日，吼、哦。所以宗教所讲的时间是一个上定时间，甲咱提醒，讲你有结束的一日，因历史就是有死甲终嘛。你有结束的一日，迄日你结束的迄日爱怎地？因为伫战乱的中间，吼、哦，伫迄个危机的中间，真容易失了性命。所以耶稣讲一句话讲。是要是即是恁着做车，我会讲，明是要到无人会做工啊啦。哦，这条命较要紧，是咱的末日较要紧啦，毋是历史的末日啦。啊，大家拢互伊，我要吓死，吓家呢。我若讲到遮个时，就想讲我伫新来咧做教授的时候，这是讲基督教的缺点，毋通就传福音啦，就讲平安，毋通讲个福音啦。哦，伫差不多二十年前，保罗在咧头家吼，上新来是辆车啦。啊，恁可能你捌看啊。一直十年前，啊，拢咧传道哩，写一个信耶稣得永生啦。有当时有写，有当时甲写在车壳个顶面啦，哦，车壳顶面。啊，目肚边写大灾难快临到，哦，你有印象无？末日近啦，哦。啊，人送阮一台迄个神学院的一款的车，什么人去摕？唔是阮啦，阮无食饱伤严，哦，伊足爱送。啊，阮的董事长，迄一个唔捌字的吼，我的一级生，叫做周英义牧师，伊共摕啦。啊，退来就食啦啦咧，退来伊来派人来干涉，我话袂话啦。啊，咱这秀才或者阿斗草包咧干涉，吼、哦，我唔呐，无爱去参加，我大反对。我讲你这张车，遐字我擦擦起来，那无吼，你呐，这台车就结收你六七十万，我来提就有啊嘛。啊、哦，啊乖乖伊就擦起来，但是未擦的进前，走到保持一个月。因为安那样呢，迄台车的门啊，甲你写台湾新阿姨呐。喷火力啦，红字，迄边啊台湾先来，这边啊台湾先来，欢哦，台湾先来踢落去就是墨汁金啦，台湾先来伊墨汁金啦，啊安尼，啊这边是大灾难快临到，台湾先来伊，啊那大灾难快临到，台湾先来伊，踢来踢去拢无前途，后来这就是一个基督教害人的例啦，这无健康的宣传，所以无怪一寡教授朋友讲奇怪咧，恁基督教哪？台北市满街路拢咧走，啊，拢咧无咧传福音，拢咧传和音，所以基督徒爱丢伫这个。其实吼、哦，你免烦恼啦。地球的年龄吼、哦、要将年轻，那对科学的观点来讲，咱至少到地球到今年为止是当少年，咱的年岁只有45亿万年呐，定、哦，要有60亿万年通活咧啦、哦。你免放心啦，哦、你放心啦、哦啊，是哦，国民党欺负，当时要敲伊哈，哦，中共要拍飞弹来，当时要敲伊，这就是咱的真正末日啊！所以咱的努力就是伫遮嘛，哦，台湾无迄个国格，台湾人活得真无尊严，所以咱要争取一个有国格、有尊严的台湾人，才着伫遮坐，伫遮上学习，是安尼尔嘛？啊，所以宗教会害死人哦，请咱唔通袂记着。你若讲哦，你信不信宗教拢共款，大家宗教拢是咧关心，无影无食。咱知影最近，大家伫世界上紧张是甚物款？甚物款的运动？就是 terrorism， 咱讲恐怖主义。啊，恐怖主义对对来，对伊斯兰教，咱讲回教，伊斯兰教的圣战的理念。哦，伊斯兰教有一个宗旨哦，叫做 Holy War， 哦 Holy War， 圣战。啊，这个阿拉伯语叫做哈基，啊哈基。雕像圣战，伊个圣战原来是咧传教，甲换去对抗以色列人，对抗美国人，对抗这东征以色列国的人。所以飞机啊，甲你劫机啊，啊，使两架飞机弄迄个美国的 Twin Tower， 美国人满面全头花啊，所以足唔愿说奥斯马宾拉登开用暗杀掉啊，宗教会害死人呢。圣战吼，那转移做政治化吼，我跟你讲。犹太人、美国人都迷迷麻麻，即摆要咧紧张哦，要去美国，连皮都脱起来检查，腰啦、啥物拢爱检查，就是这恐怖主义。伊个背景是啥物？宗教。来，世间有一款宗教，哦，叫人安尼啊，这我毋免讲，安尼会得罪佛教徒啦吼、哦。我最近有电话吼，两三期的这个学员有寄一寡资料互我，恁骂这个达赖喇嘛。哦，达赖喇嘛，咱知佛教是真复杂的一个，甲基督教同款，足侪派别，佛教南传甲北传，哦，啊南传佛教较正统，
伊个中心是斯里兰卡，伊所用个经典叫做巴利文，泰国、缅甸，这拢总是斯里兰卡，拢总是即个上座部。啊，中国和香港讲是小乘佛教，有淡薄轻视，即个即款个讲法唔对，是提拉巴达布利兹，唔是希那亚那布利兹。啊，北传佛教，咱个叫做大乘啦，即中国和香港个讲法大乘佛教。啊，伊个经典是梵文。伊个中心唔是伫中国哦，中国人无咧研究啥啦？日本，所以日本足济佛教大学，足优秀哦。日本的文部省，有先进医学会哦。啊，最近死去一个圣严法师，我甲伊足熟啊，伊嘛请我去伊个佛教研究所教民间信仰。是真 open mind 的人，伊就是伫日本的文部省的文学博士啊，圣严法师。啊，佛教本身非常复杂，佛教有伊的优点，但是嘛有伊的真大的缺点。伊的缺点是啥物？就是宿命论啊，行为宿命，正规的规，正道的道。啊，我咧讲，我是拢讲伊缺点，伊的优点我慢只讲。佛教的伟大就是伊菩萨道。人间的苦难无煞，伊唔成佛。菩萨讲的啊，地界不空，伊唔成佛。救世主思想不够哪有呢？这点咱来肯定。但是不够有一种业感因果论，这对印度教来，这害死真侪人。我吼有真侪不够朋友，讲奇怪啊，恁为甚不够亚洲整个亚洲，这个不够吼遐尼的兴旺，啊，这个社会福利，那无法度当伫佛教国家来进行。啊，若有，结果是甚么积甚么功德？伊那个回应呢，讲无法度咧，不够一个真大缺点，就是宿命论咧，正规的规，正道的道咧。啊，涉事一个家庭，若有啥物残障的囡仔，目睭痴迷、下狗、破相，讲啊，你这前世，你甲做工作嘛，歹积德，啊，即世较出世一挂囡仔，甲你现世报，啊，出世做狗啦，前生原来是现世报。啊，教的业若真，就阁出世做人。安尼是咧解释，吼，因为有一轮回吼，三世因果。我讲那安尼吼，真晦气咧。安尼无多通，这肉身性命恁都袂当照顾咧。你跟他讲，互伊家己去自生自灭，这个唔对呢。肉身性命的确爱付出搁较侪去照顾。安尼这个社会唔只会水，唔只会好。所以唔通用迄个业感因果来论断。啊，本身就咧可怜啊。啊，做工作嘛，老爸老母都讲热，因为生到一个亲物件，啊，这唔知啥物祖上歹积德，还是我本身啊来行这个罪，这个业啦，真业啦，业命啦，这款的观念唔对，基督教好个在无这种业感因果的讲法，当然有因果论啦，但是因果甲不搞因果是完全无同款，所以这是一个真简单的。我捌问到，我有一篇这是我咧研究宗教的经验，甲一贯都真人，真人真多呢，领导真人呢，啊咧讲宗教，啊伫咧讲宗教的时阵，伊咧寡团队啦，因的口才拢足好哦，三级八级功夫扫射，啊青阳旗、红阳旗，即卖已经白阳旗啊，在念啊在归三宝菩萨，合同印、点现观，啊念迄句不带会比例哈，这五字真言是咧吼。这句话是袂使随便讲，但是我讲唔那一百遍啦吼，啊都也袂功夫少些，安尼我团，我讲啊先生啊，确实的吼，我读宗教书的呢，好加在恁的教主，这共同组工厂组啦，共同组张天仁，无像我宗教书的知识接班，伊那像我安尼吼，唔是干那五教大同呢，是十二教、十一教大同，十一教大同呢？迄个顺伊个教义个分类，遐就真废气啊！为什么十一教大同？那对我来讲，全世界历史上出现呢，现在要看的这个宗教十一个啊，新兴宗教无算哦，我新兴宗教十二个哦。你波斯教开始，也有哦，波斯教、犹太教、基督教，过来啊，伊斯兰教，这滚动的，四个咧。印度出现嘛四个啊，印度教。基督教 Jainism 啊 ，Jainism 佛教、锡克教，安尼八个啊咧。亚洲的宗教至少有三个啊，儒教、
道教，日本的新道教，十一个啊咧，挂新兴宗教，世界新兴宗教，吼、哦，迄有够复杂的，十二种啊咧。好个在恁的宗中做地是无我的济，哪有吼、哦？是十二教大同呢，啊，啊十二教教伊拢爱个钱落呢，啊得足费事啊咧，唔是三级木夹啊，是六级木夹啊有哦，哦十二级木夹啊有哦，哈、啊，啊，所以这个问题吼，甲咱讲起。宗教不是我敢讲，恁敢信，哦，啊，就去信，无遐简单。来用头壳小块过滤，哦，小块过滤，哦，这是一个因论啦，哈、哦。宗教会害死人，啊、哦，不是干那利益人，哦，有诶安尼。当然啦、啊，对某一种人来讲，宗教会利益人，像讲家庭拄着变故，心理上有问题，哦，啊是，哦。啊，丈夫甲吼夫妻离婚，啊是负责人互人放杀，哎、欸，这对宗教来讲吼，会当自我肯定啦。哦，通过伊抓着这项自我肯定，我一个孙仔就是安尼啊。我这辈小妹查囝结婚，啊，因翁一个小三，去一个，伊毋是基督徒去食菜。我甲讲啊，你奈咩安尼是？甲因翁离婚，我食菜甲平安，我好啦好啦，我卖甲你拍乱你个。拍乱你的信用行为啦，因为我讲遮济你也听无啊，哦，也袂信入去啊，吼，因为你无，你都唔知影迄个宗教书的背景啦，啊，所以遮咧做引论，宗教的用语唔是科学的语言，宗教唔是我敢讲你敢信，哦，啊，就会当成立，所以要做一个新台湾人啊，要成做一个台湾民政府的每一个分子，咱爱有健康的宗教知识。哦，这是第一项，第一项。第二项，咱爱认捌，伫历史上出现的宗教真复杂，而且每一个大宗教下面有真侪派别。我拄则有讲啊，佛教分作南传、北传、大乘、小乘，啊，佫一个咧，啊，佫一个中传佛教。哦，中传佛教吼，互人破，即嘛毋知是通过国民党啊，毋是？我人家骂甲要死，佛教界人家骂，因为中传佛教有受印度即个坦陀利斯种，坦陀罗就是胜利崇拜影响，吼、哦，啊因为即个因果，喇嘛有啦，哦喇嘛到一个到某一个程度，有叫做无上瑜伽吼、哦，无上瑜伽，无上瑜伽，就影响到伫道教的方丈术、方丈术，通过男女的性关系修行。坦白讲，中传佛教拢有，但是唔是随便哦，随便。啊，当然来台湾吼、哦，有即款的情形啦，会发生。啊，所以用这点来咧啊，来咧讲中，来咧咱嘛外拜拄外拜，这是真无公道的代志啊。但是啊，但是这真歹讲，因为印度教本身就拜这个尤尼 and Linga， 我研究宗教史，我真清楚，印度教本身有这个 Tantricism。坦陀罗哦，坦陀罗，那是圣的崇拜，受佛教的影响，诶，这款的中传佛教，伫阮的规律叫做 Tantric Buddhism， 坦陀罗佛教就是咧指中传佛教，拢总有五派，黄教就是达赖喇嘛迄教，红教哦，红衣喇嘛，白衣喇嘛，灰衣喇嘛，乌衣喇嘛，甲一个蒙合作会，啊，所以你跟他叠这个达赖喇嘛，迄足无公道，人达赖喇嘛是这个 Nobel Peace Prize。哦，诺贝利和平，哦，和平奖金的得主，啊，大家都是痴迷无目睭，搁要将这个奖金送给伊，啊，其他红教、白教、乌教、灰教，你拢无咧个批评，迄搁较吃力。啊，所以有健全的宗教知识，咱才当做一定的国民。诶，基督教真复杂无？我做一个基督徒，本身伫台湾要做礼拜，我那头壳真疼哦，哦，去长老会嘛头壳爱足疼。啊，即马长老会有哪真对了？迄个礼拜精神拢失了哦。台湾的基督教，根据我的统计，有107派。那惊唔对吼，啊，就真费气。啊，我甲分做四大类。哦 ，institutional Christianity， 哦，教者基督教、天主教、长老教会、圣公会、信义会，这较健全的，这第一类，因为因有健全的信仰个别，有健全的诶，这个国际组织，哦。啊，正统的信仰。第二类的叫做 sectarian 哦，教派基督教。这种 sectarian Christianity 哈、哦，啊，伊个迄个就是
伊个特色就是拢有一个领袖咧做中心，像讲卫理公会 （Methodist Church）， 哦，迄蒋介石、宋美龄因丈人作为牧师个教团，对卫斯理 （John Wesley） 啊，底下改革。啊，这个浸信会啊，这种用人开始，但是人因嘛是算讲真正统啊，哈、啊，卫理公会啊，这种属于这个卫理公会，浸信会啊，这种东西第二类的，第三类就是极尽基督教，刚才我会得救，恁拢会，恁若无来我这个教会，拢会落地去做地去会查，迄款的基督教，咱看会到的真耶稣教，耶稣教就好啊，咱得个一个真耶稣教，啊，唔得假的呢，哈、啊，这基督教会对了啊。啊，真耶稣教主会所，即嘛叫做召会、调会啊，撤会宗派啊，过来的新约教会啊，锡安山迄、那个新约教会哦，迄、叫做激进 （radical Christianity）， 即第三类啊。啊，第四类的基督教，所以咱爱有一个详细去分类哦。第四类基督教，我号做 quasi Christianity 类似啦，啊那是啊那唔是的基督教。你讲伊唔是一个信耶稣，佮用圣经。你讲伊是耶稣以外，搁一个先知，搁一个救世主，哦，啊，这个宗教，伫台湾有四个，第一个摩门教，圣经以外搁一本经典叫做摩门经，伊个正名叫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啊，唔哪呢先，伊个将来世界末日。迄、那个新天新地伫美国，唔是伫耶路撒冷，好足趣味的哈。摩门教啊，两个一组少年家啊，骑车。伊个教主是苏格兰移民美国的长老教会信徒，会变教主啊。啊，所以这吼，甲伊讲宗教都我若敢讲，你若敢信，那就会当信这款。这款的宗教无健康。第二个叫耶和华见证人 （Jehovah's Witnesses）， 有两款的杂志。一种叫做 Watchtower 守望台，一种叫做 Awake 警醒，拢爱钱哦，卖你足俗。啊，一户一户去厝里甲你访问，叫你做信耶稣。一本册100块的成本卖你20块，哦，伊都唔送你就对啦。啊，好，足个心诶。伊个教会无十字架，叫做王国主的所 Kingdom Hall 啊 ，Kingdom Hall 啊。啊，反对假会，啊，受伤时反对私会。反对对一个上建立，后极极端的基督教，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1956年的汉城的 Seoul 创立的统一教，文鲜明，哦，伊有够好胆，伊讲耶稣阿东是第一个弥赛亚，第二个就是耶稣奉定时的死无完成使命，干来我这个文鲜明，文鲜明都要甲统一文化统一系统统一，所以你若看伊全世界。10000对咧结婚咧，2000对咧结婚咧，我甲你保证，拢是统一教的做作啊！伊伫遐休圣水晚会啊，才会当得救。哦，迄是有够含的哈、啊！全世界第一好业的新兴宗教，就是统一教哦，这四个啊，三个啊，啊，最后一个吼，恁拢唔知影啊，因为我若惊讲，我若写伤详细来介绍这个基督教，这个社团，因为捌互啊，迄、那个。白色恐怖时代把他们赶出去，哦，把他们赶出去。以前叫做爱的家庭啦，现在叫做 The Family。这是对这个美国的 Hippie 运动出现的基督教性开放。所以我讲，所以我唔敢介绍，就是有性开放。一个家庭内面，讲较白啦，翁仔某公家会使啦，只要有听就好啊。冇这款的基督教啊，啊。所以唔忙，咱卖勿想济啦哈。所以我讲宗教吼，有奈害死人。宗教的精神有好的，但是宗教要伫迄个时代变迁的中间会歪去，会变歪去啊。啊，这就是一个例啊。啊，所以你唔通用基督教一个好、哦、基督教，那全世界咧算基督教1000种以上啊。啊，不够一个啊，唔是啦，不够，干哪？敢若因华人中国个佛教10个，2宗小乘、8宗大乘，伫台湾看会到是连南无阿弥陀佛的净土宗，佮一个坐禅的一心传心不离文字的禅宗，啊，啊，佮来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甚物瓦格宗一大堆，啊，啊，刷落去，伊都搞伫台湾100空一派，佛教伫台湾，我
百分500派以上，一个是一派。人即卖吼，租借功德会家己做一派啦，啊，变作租借租借派啊，啊，所以咱爱知影人的领导吼，宗教的原始精神，迄个创造者的精神是好的，经过人的领导了，会拢变歹。啊，像我基督教的新约教会就好啊，哦，伊主张讲一个教会成立，地方教会即对主的数出来，哦，啊，得有速度甲神的。啊，所以较高的人变速度，哦，啊，工头领导团队，因为工头叫做先知，哦，东方先知红伊利亚，唔是东方案啦，红伊利亚，啊，这个红伊利亚捌做过长老教会嘱托团队啦，哦，啊，主耶稣的信徒，伊嘛敢讲啊，啊，一群人安尼好啊，对伊啊，啊，刷落去咧，我刷落去，我感觉吼，全台湾吼常用。对抗国民党的基督教，就是新约教会，啊，咒诅骂拢无法的，国民党都无法的啊，常用啊。最后吼，这个新约教会会当恢复因的锡安山，至少我也有一份功劳啦。咱知这个丁辉伯啊，吼，哦，这新刷甲恁讲，恁知李丁辉总统，伊蒋经国死了后，为了新约教会头壳足疼，伊讲。无人敢控制，伊拢敢去总统府头前车甲驶咧，甲拖机啊，宪兵赶袂走啊，要死落去啊！啊，你都无办法啊！啊，所以这边哪样？啊，叫什么人来找我？叫一个已经过往劳动教会陈武副长了，伊是一个台湾的资深家，哦，伊眼科医师，哦，啊，有一边讲啊，我现伫西南医院讲。当教授啊，来请教你一下，啊，着李总统吼，安尼头壳足疼，伊着新约教会问题，啊，我也基督徒，伊也基督徒，要怎解决？我讲真简单啦，先知性的宗教吼，互你袂迫害啦。你那个迫害，因为先知性的宗教，全世界有三个啦，犹太教，哦，你阿弥袂倒啦，基督教你阿弥袂倒啦，哦，人呐，啊，哦，为着全世界丧失性命，有甚物利益？啊，若有人要对我，着压死伊个。唔惊死，诶，宗教基督教一个，啊，啊你伊新约教是基督教啊，啊唔惊死啦，这先知性，过来伊斯兰教一个，有哪唔惊死？哦，这种一心论呢，阿边呐，伊讲你甲李总统讲，谢安山行伊啦，行伊啦，阿卖差别就无代志，啊真是有影行伊，啊甲即马定定，所以变作啥物？变作一个台湾南部的这个南马夏的区啦。现在变成区啊啦，哈，高雄的大字，那么下区的观光点，所以你有机会去甲看看咧，哈，啊，看伊安那美国民党的要领，哈，你甲学起来，呵呵，哦，就是爱放迄个互恁看，啊，因的死吼，好，三分之一的新住民的，就是咱所讲的外省人，即句话嘛袂使讲啦，啊，唔是外省，那讲外省，咱就变成伊的一省啊，爱讲新住民啦。三分之一的新住民呢，伊的姓氏三四条拢日本的军官呢，一条呢，中间一条吼是海军纪念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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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因的诗歌，唔相信恁去遐甲听看卖咧，啊，你也要唱吼，吼，我确定来请你唱一个咧，好啊。这日本的军歌，咱这位老兄弟哦，吼，真古锥啊，哈，伊唱给咱听。我今晚要来唱日本的这海军的纪念曲，吼，哦，大家加掌声哦。守るも攻めるも黒金の浮かべる指導と頼みなる浮かべるその日の日の元の御国の世も守るべし金のその国日の元の御国の光輝かせあ、それで第一杯か第二杯で、なんかもう、自分前後は有休憩。
啊，这个许群人，这个口碑用我家己骗的，但是家己骗的吼，袂使乱出骗哦。都日本的大本营报道，发言人啊，发言人讲出来话啊，写咧道理，而且有意思哦。都是十二月七日去拍蜘蛛网啦，哦，拍蜘蛛网。台风的你海军部发表，我甲帝国区的海军部对话，12月8日未明。你是太平洋において敵米軍と戦闘状態に入れり、家畜も大元帥陛下に置かせれましては、禁止玉葉の恩義をもって明治維軍にご参拝。かけまくも賢き天照し、ましすべみま大御神、豊受けの大御神、うすらの狼を払え清めたまえ申す。全軍の将兵は八甲一流の精神に燃えて、死して五穀の鬼とならん。愛字、ウジェット、演技来てよ、ジェットは。2670年、きなじの、死ぬ2回でね。第一回都是大日本海、甲ロシア、甲ソ連、少子でしゅ。ジェット信号機上がる。お、都是ジェット信号機、宇宙機。あかて、ジ珍珠湾、サビウェイ、シェペ、お、日本要拍珍珠湾啊！哦，啊，迄阵嘛是热度升高去，热度升高去，这热度升高去的意思就是讲，咱的国家要成要败是介在今仔日啦。啊，每一个人大家奋斗努力，哦，啊拼，哦，想久啊，袂啊。一个有咧，我冇开始啊。咱这位老学员吼，老兄哥是活历史啦，连日本囡仔都唔捌，所以有资格去日本的大学去甲讲习。后来，那因为要一项上加大的哈，诶，宗教现象，就是政治宗教的问题。诶，我讲的吼，较来讲本文。大家人拢被国民党骗去，讲台湾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有影无？无影无只。我甲恁讲一个实例，咱拢甲袂记入去。对国民党统治台湾以来，台湾要维持一个皇帝崇拜，或者新皇帝崇拜，伊用三民主义这个政治意识形态给宗教化，啊，宗教化了后，放伫学校。你麻醉这的囡仔，所以咱拢是受害者。伊唔承认讲有宗教哦。我会记得我日本时代，哦，即咱讲着即老兄哥吼，伊就佮刷了较点佮念无咱听。我日本时代吼，每周一拜一，哦，因为我读基督教国国民教育，得佮在五堂专校哦，校长啊，佮迄个校即教务主任穿文官服，派一支文官刀，哦，啊，摕迄个擦去啊。迄、那个皇帝铁骨，哦，伫即个校长训话升旗，起码要唱了的顺带，嗯，当赛吉嘞哦，哦，90度的敬礼，未使睡起来哦，啊，然后吼，安尼，啊，这个国舅先生开始踢跪迄个皇帝铁骨，来念进，阿摩尼，我个苦涩，我实咧我个念即句，你啊，这个我袂记哩啦，因为我迄个顺带一年，啊，二年就是走公事。印象足深，我想讲战后吼换一个朝代，吼回归所谓的祖国，大概无同款啦。哎，奇怪咧，哦，啊，佫同款咧。啊，即摆吼唔是伫操场咧，有一间叫中山堂咧。即摆拜一，啊，就伫中山堂了，啊，挂一个孙中山或者国父啦。啊，其实读孙中山历史，伊无资格做台湾的国父啦。啊，就。开始的时候嘛是爱唱因的冬瓜三民主义五党说中啊唱的吼，来嗯迄、那个衣裳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讲奇怪啊，安奈以前我行一个90度的，即马行三个，啊，刷了个两皇帝铁骨，以自立国民革命，凡事十年，其目的再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同款两皇帝是语言无同款的呢，哦，以自立就是孙中山的话嘛。孙中山变新皇帝嘛，哦，啊，这念了吼，啊，才开始在训话啦，哦，
我讲啊，都换汤无换碟咧，用安尼给你加咧，啊唔然安尼先刷落去，搁较食力咧，就是九月二八教师节啦，学生囡仔爱去孔子庙伫高雄，迄阵孔子庙无遮大间，就拜孔子呢，孔子吼，咱的政府吼，伊是一个大贤至圣先师皇叔官孔德贤呢，我若总讲领部长级的薪水，毋是咧领院长级的薪水呢，佮配车呢，台湾的孔子庙拢用咱的税金去修理去起的呢，台湾有将近二十间吼全国，你九月二八就用牛羊猪去祭孔子，就一个政府所赐的皇叔官带咱去做礼拜，你创啥物？要甲台湾人教互伊做乖乖飘的顺民，甲日本帝国拢共款，刷落去。伊用什么呢？用四维八德礼仪廉耻挂到学校，迄就是儒家思想嘛，叫学生囡仔爱修，有礼有仪有廉有耻。这教了吼，那会通吼。咱个囡仔走路拢八字卡，查某囡仔拢变女士吼 ，ladies and gentlemen 啦，即嘛唔是咧，台湾的社会充满着无礼无仪无廉无耻，囡仔时代遮细汉，就会做歹代志，这套教育无效咧。孔子老孔子的迄个拢破功去啊，刷落去要个八德哦，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民主国家无忠呢，民主国家哪讲忠吼？迄是迄个英国，迄个皇帝虚位制度，英国日本，迄会使讲淡薄啊讲忠。若伫咱遮要讲忠，是公务员的，公国搞什么？忠于人民，忠于土地，毋是忠于中共呢？民主国家是拢讲责任呢 ，responsibility 呢，唔是咧讲 loyalty。所以咱爱讲责任政府、责任公民呢。所以恁若要投票啊，一票爱有责任，唔通500块、1000块、2000块退咧就投予因，黑拢咱的税金呢。全世界嘛无一个政党讲财产坐甲讲一年的利息29亿，干那股票，迄就是一个恶质政府，所以留予咱的一个现象嘛。就是用安尼先，用这种老古董哦，老古董的儒家思想要教予咱的囡仔老古董，大家足聪明哦。但是互这道教来教地，拢中党顶个爱国，爱国顶个中党，就无效啊咧，无效啊咧，就是安尼先咧。所以不要听家己的土地，所读的历史地理，唔是咧读台湾的哦，拢读中国的。你若讲台湾上长的河流倒一条？唔知呀，中国有几个出名的河流，长江、黄河，马上讲出来。这款的教育有路用无？即马吼上食力的，就是要咧教咱的囡仔四书五经。我唔是讲四书五经无好，读古典文学的人去读四书五经好，来重新利用的，重新解说。但是即马孔子的伟大是2600年前的伟大。唔是21世纪的今仔日的伟大，伊的思想已经格格不入。什么在国忠君，在家孝父表，这拢是真 outdated 的思想。在家孝父表，咱会当接受啦，非常歹的。但是迄个忠君思想，democracy 民主国家那要有这套，所以咱爱去分别遮的啦，分别遮的道理。国民党用一个政治宗教来甲咱麻醉，咱的头壳。予咱囡仔吼，明明在足天才，甲甲变草包，甲甲变阿斗，着当时才会开阔，着去留学，着去留学。有一个比较的是讲，原来就是自由，这個、freedom 就是安尼想哦。原来言论自由就是安尼想，原来台湾的历史就安尼想。我来讲我一个，我本身，伫国民党教育体制里面，才是教甲有那呆呆。我很爱看那本阿 Q 正传，台湾没有吗？没有，在我的时代禁册，当时才去看到阿 Q 正传，到40岁了吼，在香港中文大学在地博士学位的时候，第一遍去图书馆跟编的那本阿 Q 正传，看有可能没啦，有可能没，我在那里发现就说，原来孙中山带这么多，这本这个林连白写这孙逸仙传，看到这个宋庆龄跟孙中山在新湖结婚的相，我惊一条，
啊，内面有一支国旗，佮五色啦，安尼看，这两三是韩万无回族，都毋是这支党旗啊！大开眼界，有可能无？佮40岁啊，较会晓哦，台湾看袂着。啊，这就是政治宗教对咱的影响啦。后来下面迄阵吼，来读这两篇文章啦，哈，啊，然后若有时间，咱再过来啊，继续啊讨论来哈。多谢大家进来，多谢。批评。立正，今日休困10分。